一生献给主。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主为乐，他是我喜乐，他是我万福，他是我最坚固避难所。我苦木俩干苦阿地苦革命俩干苦俩把苦生难俩把苦苦暗等把本的怒难养的苦献给你。Bye.
耶加达基督徒会堂的会友们平安，教会有为会友们提供网络线上崇拜服务。那么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请选择你的崇拜时间，并按时跟随，请莫迟到哟。穿着整齐，如同会众要去教会参加崇拜的情况。准备圣经和文具，保持良好的坐姿，并专注于聚会，避免躺着或在家做其他的活动。请私下祈祷，准备心跟随崇拜，积极参加敬拜活动，例如站立、坐下、唱赞美诗，并专心聆听讲道。会友可以透过各堂会的银行账户转账奉献。请参加网络线上崇拜直到结束。家长可以邀请孩子们参加耶加达基督徒会堂线上主日学聚会。崇拜愉快，主耶稣赐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感谢主保守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有健康、平安、喜乐的度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主，实在是主的恩典。虽然我们各在家中敬拜，但是弟兄姐妹要知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预备心，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承认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他的信实到永远，并且不离弃他手所做的功。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崇拜。请大家安静心，听琴声，主在圣殿中。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今天早上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歌颂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要聆听你的话。主啊，求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好让我们真的可以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可以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以加新传道，好让他真的可以把你的话传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着主你自己的坚固，你自己的帮助和安慰。感谢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你自己享受我们的敬拜，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请大家请坐。弟兄姐妹，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唱两首诗歌，赞美之前，荣耀归于天父。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田。心中每个音符
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欣，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应圣灵感应，由同圣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共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还没有为两件事情祷告以前，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篇32篇。我发生感到为
再向你献上我的祷告，求你拯救我，使我不至于羞愧，隐藏我，保佑我，环绕我，引导我，我有一生只是跟随。首先弟兄姐妹，我们要围着神的看顾保守，神的同在献上感谢。主耶稣给我们健康平安喜乐度过每一天，感谢主今天早上也给我们可以一家人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莫大的恩典。请大家开声，我们一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天父，感谢你，赞美你，看顾保守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平安度过。主啊，我们现在要献上感谢、赞美、敬拜，因为你恩待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我们可以一同来敬赞美你，聆听你的话，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主啊，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一都是主的恩典，主的大爱，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看拆船的短片。路加福音十章二节记载，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感谢主的恩典，在2020年里，耶加达基督徒会堂有三位会友进到神学院接受造就，其中有孙德堂会的汉圣弟兄进入马兰圣道神学院，格拉玛加地堂会的瑞阿古斯蒂娜姐妹进入万隆神学院，铁桥堂会的尤利亚娜古洛姐妹进入耶加达归正神学院，也请为克里斯蒂与拉拉斯姐妹祷告，他们还在马兰圣道神学院就读，而苏莱曼弟兄是在万隆神学院继续完成学业，盼望他们能顺利学习，虽然目前还是透过网络上课，求主赐予健康、聪明智慧，并敞开心接受基督品格塑造。为纳达利亚姐妹祷告，她已经在阿比尔神学院完成了毕业论文，并被安置在耶加达基督徒会堂铁桥堂会实习六个月，即从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份。虽然目前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期间，我们继续为纳达利亚姐妹祷告，使她仍旧能为主做工，让这些已经回应主呼召的神学生，无论神安置他们在何处，将来都必成为蒙神重用的忠心仆人，和带领多人归向神。弟兄姐妹，我们再唱一次诗篇三十二篇，我们要为拆船的事工来祷告。想
在向你献上我的祷告，求你拯救我，使我不至于羞愧，隐藏我，保佑我，环绕我，引导我，我有一生只是跟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求主兴起更多的年轻人献身成为主的仆人或者宣教士。我们要特别为着孙德的汉森弟兄进入马朗神学院，克拉玛加蒂的绿阿古斯蒂娜姐妹进入万隆神学院，铁桥的尤里安娜古罗姐妹进入威真神学院。求主赐给他们健康，赐给他们智慧聪明，好让他们可以敞开心来接受神的装备。我们大家一起来围坐，这三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庄稼已经收了，但是收割的工人在哪里呢？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来收割主你自己的庄稼。主耶稣，我们愿意继续围着主啊年轻的一代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愿意献身成为神的仆人，成为宣教士。为着汉森弟兄，为着主啊阿古斯蒂娜姐妹，还有为着罗迪亚娜古罗姐妹，把他们三位都交托给主，求主恩待他们，预备他们的心，祝福他们健康，有聪明智慧，接受神的装备。感谢主，求你自己恩待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祷告，阿门。接下来我们要读经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十三第十四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耶稣回答说，凡喝子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眼，这涌到永生。阿们。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感谢主，今天早上以嘉兴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我们预备心，用一首诗歌，就是充满我心。满我杯，充满我杯，
伴我飞，借助我苦干心灵饥渴，求一天亮喂养我，使我饱足，伴我飞使我得满足喜乐。我们把时间交给以传道来传讲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聚会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又给我们机会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听你的话，学习你的话。父啊，我们将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向你仰望交托，愿主来安静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坐在你面前，诚实的听你的话，用心灵敬拜你。父啊，愿主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也能够行你的话。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主，我们将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道时间向你交托，愿主来使用你讲台上你的小孩子，愿主加给他够用的力量，让他能够将你的话语阐讲的明白，能够分享给众弟兄姐妹，使我们众人都同得益处。主，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向你仰望交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再一次问候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一同分享一个主题，叫随着他的议程。那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节，主题是随着他的议程。那接下来我为大家读经。约翰福音第四章，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今天我们分享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第十节的经文。那我们在前一章可以看到，当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事情以后，那经文提到这事以后，和门徒就到了犹大，并且在那里居住施洗。那约翰呢，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这个记载在第三章的22节23节。那因为那里的水多，所以众人都去施洗，因此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本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那其实这里提到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在施洗。所以第三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那这里呢，耶稣离开犹太的原因或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耶稣为了避免加深法利赛人对他的敌对的心因为这个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第二个就是可能是为了避免他的门徒和施洗约翰的门徒之间有摩擦，因为有施洗的约翰的门徒曾经去问约翰说：“你曾经给他施洗的那个人，他现在如今也在施洗，而且众人都往他那里去。”所以可能因为这两个原因，那耶稣和门徒们就离了犹太，回到加利利去。那第四节提到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第四节这个比较重要啊，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它西边是靠海，东边是靠沙漠，它的国家就在中间，这么上下长度好像一把匕首的形状。那它的长度，南北长度大概是190公里，都不到200公里。而且在这个小的不到200公里的这个国家里面，它还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南国犹大，一个是北国以色列，对吧？所以后来经过了这个外敌掳掠的事情以后，本来这个小国家分为南北两国，后来又分为三个部分中间呢就是撒玛利亚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耶稣是生活在加利利的啊，如果他要去耶路撒冷，他就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土地。但是这个犹太人呢、啊、虔诚的犹太人啊，我说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厌恶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从加利利出发，向这个向南越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土地，经过这个约旦河，所以他们宁愿绕着走，他也不经过撒玛利亚的土地。所以犹太人厌恶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到这个地步，就是你的土地啊我都不踩，就是他们厌恶撒玛利亚人到这个地步。而且呢这个地方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的意思是说直接穿过撒玛利亚更简单更方便。所以如果耶稣直接穿过撒玛利亚的话，大概是需要3天左右的路程就可以回到加利利。但是如果绕远的话，绕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界，那他可能需要大概6到7天的时间。所以第五节说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这块地大家知道这块地是很有名的一块地方，雅各曾经买了一块土地。那如果大家不记得这个雅各买土地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到旧约创世纪的第33章18节的地方。那雅各回到迦南地之后进入示剑买的，那起了名字买了地以后还给这个地起了个名字，叫做神是以色列的神。那大家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开始的，是上帝亲自给雅各改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雅各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神是以色列的神，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神。那还有约书亚记的这个第24章32节这个地方写，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约瑟的骸骨就葬在雅各买的这块地，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那弟兄姐妹，约翰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记载这个事情呢？他特别提到说靠近雅各的那口井。那其实这个约翰是要说清一件事情，就是撒玛利亚虽然被以色列人所恨恶，被以色列所恨恶，但是撒玛利亚这块土地仍然是以色列的土地。那这块土地叫神是以色列的神，那雅各埋在这儿，约瑟埋在这儿，这块土地的人一样是神的百姓啊，这个是约翰要表达的。那但现在呢，犹太人不承认撒玛利亚人，一听说撒玛利亚人就向他们吐唾沫，所以撒玛利亚踩过的地他们都不踩。那么现在耶稣作为一个犹太的拉比，他经过撒玛利亚地，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别人就认为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更何况你是一个犹太的老师啊，犹太人的老师，那是不可能经过这块地的。但现在耶稣经过了，并且到了叙加啊，第6节说在那里有雅各井啊，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那弟兄姐妹，在旧约可能我们没有看到说雅各凿了一口井啊，没有特别提这个雅各凿井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个雅各凿的井。那大家注意啊，耶稣正好走到中午的时候，阳光很热，耶稣就累了啊，累了就在这个井旁休息。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那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耶稣正在做着一连串别人不能够理解或者是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耶稣正在做这些事情，他在做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耶稣现在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说话啊，那个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跟我这样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弟兄姐妹，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大概在主前720年的时候，就是耶稣出生前720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给消灭了。消灭了以后，这个亚述帝国啊，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有钱的有智慧的都带到亚述去了，就是迁移到亚述，然后把那些穷的这个没有智慧的不聪明的人都留在以色列的这个本地。那然后亚述从别的地方，就是从别的他们侵占的国家
迁移了许多外族人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土地，把他们安排在这里。那安排在这里，当外族人和以色列人一同生活在一块地上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通婚，就是以色列的人跟外族人结婚。那以色列人跟外族人结婚以后生的后代，这些后代的名字就叫做撒玛利亚。那为什么叫他们撒玛利亚人呢？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的首都名字就是叫撒玛利亚。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是代表他们血统不纯，血统不纯。所以以色列人是极其看重血统的，就是今天以色列的地方，如果以色列人的儿子或者女儿他们娶了或者是嫁了一个外族人，好像比如说以色列人娶了一个美国人，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的父母就会在家里给他的儿女举行葬礼，就代表这个在父母的眼里，你这样的孩子女儿就已经死了。所以以色列人看重血统就是看重到这个地步。因为在旧约，这个以色列旧约的律法当中是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的。那南国犹大人为什么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因为撒玛利亚人混居啊，混居，所以南国犹大人呢也称他们为杂种啊，称这个撒玛利亚人为杂种，血统混杂的后代，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还有一个仇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南国是坚持下来的。那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南国是坚持下来的？因为北国以色列被这个亚述帝国消灭以后啊，他们被迁到亚述或者是留在以色列，他们就违背了律法。但是南国大家知道，后来南国被巴比伦帝国消灭，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消灭，但是南国的人一直守着自己的东西，守着自己的信仰，守着自己的生活，没有向巴比伦投降。无论是被迁移到巴比伦帝国的人，还是留下来没有被掳走的那些人，他们都坚守这些东西。直到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消灭以后，波斯的王居鲁士就下令叫他们回国，回国以后他们就重新修建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认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保持纯正，所以因此就越发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那还有一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有提到一座山啊，有提到一座山。这个女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聚会，但是你们却说要在耶路撒冷聚会。大概是在第二十节的地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提到这座山，这座山呀是很出名的山，这座山呢名字叫做基利心山，它跟另外一座山另外一座山以巴路山一个宣布祝福，一个宣布咒诅。那大家如果不记得这两座山，可以去看旧约这个申命记十一章的经文啊。所以犹太人在差不多主前300多年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在这个山上建了一个圣殿，他们自己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建了一个圣殿。那为什么建个圣殿呢？为什么建了个圣殿在这敬拜？因为南国犹大人不喜欢他们，讨厌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在就近的这个山上建了一个圣殿去敬拜。结果呢在马加比动乱时期，大概主前120年左右的时候，马加比动乱，这个犹太人就特别不高兴啊，这个我们犹太人应该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山上敬拜，你竟然在基利心山上建了个圣殿，你这是大不敬啊，你这是这个做一些犹太人不喜欢的事情。所以犹太人很讨厌他们。那于是呢，马加比就下令军队进攻撒玛利亚，一直进攻到这个山上，把这个圣殿拆毁。那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就成为了世仇，这个犹太人讨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恨犹太人。那因此呢，这两方面的人就彼此恨恶。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说，犹太人虽然恨恶不承认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照样是谁的后代？他们照样是以色列的后代，那只是他们没有来往。那还有另外一个要提的事情啊，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重要。另外一件要提的事情是，犹太人坚守住一点，就是犹太的人的拉比，他们绝对不可以在路上跟女人说话啊，犹太人的拉比不可以在路上跟女人说话。那他不像今天我们这个牧师传道可以在外面碰到哪一个姐妹啊，哪一个姊妹啊，那能够聊一聊，这样不，这个犹太人是不可以的，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可以跟女人说话，甚至他们不跟自己的妻子说话。所以
犹太人的拉比就认为在路上跟女人说话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很丢脸的事情，很羞辱的事情。但是现在耶稣，我们看耶稣被认为是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但是他现在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说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跟以色列人固有的思想是反着的，反着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当耶稣跟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这个女人很惊讶啊，你竟然跟我说话。所以啊，这个第七节提到说，这个女人正午的时候来打水。那其实啊，弟兄姐妹，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打水的时候啊，大概都是在这个清晨或者是下午黄昏啊，以色列的女人打水大概都是在清晨或者黄昏，因为这个时候特别凉快啊，正午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那而且这里这个地方要提到一点，弟兄姐妹，这个女人打水的井它其实不在叙加城里，它是离这个叙加城还有三里地路的大概远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中午的时候出城一个人来打水，而且是离城来打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读到一些啊，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啊，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是个特别被人看不上的女人，大家都不太喜欢她。那所以我们猜测这个女人在城里的时候别的女人不允许她来这个井打水啊，就是排挤她，这样排挤她。所以这个女人呢可能也是要故意的去避开这些人，就所以她自己跑到城外的井来打水，也是怕别人议论她，也是怕别人怎么样说她，她也是怕这个。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女人其实我们看她也是很自卑，她自己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在这里啊，就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耶稣代表的是一个极其圣洁的这个犹太人，那这个女人呢是一个连撒玛利亚人都瞧不起的一个女人。那撒玛利亚本身就是被这个犹太人瞧不起的，那这个女人是被这个被犹太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还瞧不起的，所以是在属于社会边缘的人。那这两个人就在这个雅各井旁相遇了，就在这个雅各井旁相遇了。结果耶稣就主动跟这个女人说话，说你给我水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拯救，那这就是上帝对人的拯救。那因为上帝不会管这个人以前有多卑微啊，不会管这个人原来有多么有罪，那原来是个什么人上帝都不管。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人？知道。但是耶稣还是主动的将恩典给这个女人，那这个就是耶稣的拯救。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问我，哎，传道，我这样的人能得救吗？我这样的人能得救吗？以前有一些人这样问我。那弟兄姐妹们，我现在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上帝都能够拯救，什么样的人上帝都能够拯救。不要总是回想以前啊，我曾经是个多么有罪的人，我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事情。你曾经是多么犯罪的人，对于今天你得到上帝的恩典都没关系，都不重要。重要的不是你曾经是什么人，那重要的是你今天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那上帝的宝血已经做了洁净的事情，人所有的罪当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都被洁净了，都得了赦免。那所以有没有妓女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妓女来到耶稣的面前？有没有税吏来到神的面前？有。那耶稣有没有拒绝他们？没有，耶稣从来不拒绝这些人，因为耶稣说，我来就是来拯救有罪的人，就是来拯救这些人。所以那些认为自己圣洁的，认为自己没有罪的，没有错的，那耶稣就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就不需要。那些自以为圣洁的人，他们就得不到恩典。而这个女人，她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她知道自己是污秽的，所以当她感受到耶稣跟她说话的时候，耶稣居然肯对这个女人说话，那女人自己都惊讶，女人自己都惊讶，因为现在耶稣将恩典临到了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再关心我们曾经是什么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跟弟兄姐妹彼此谈论这种事情啊，你看他曾经是什么什么样的人，他曾经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他原来怎么样，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原来怎么样，跟他现在怎么样没有关系，
跟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原来是个罪人，我们原来也都是罪人。但是今天我们在主里，既然今天我们在主里，恩典就怎么样，就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就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我无论曾经多么有罪，我已经死了，我无论曾经是多么有罪的人，我已经死了。今天既然是一个新的，今天既然是一个新的人，从死里复活的人，那过去是谁跟我今天都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重生了，过去的我们就已经死了，今天活着的我们才最重要。所以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这个人，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认为这个恩典不会临到撒玛利亚人，恩典不会临到撒玛利亚人，在他们眼里撒玛利亚人是杂种啊，是狗一样的，怎么会上帝的恩典会临到这些人。但是耶稣今天走进了撒玛利亚，并且把恩典带给了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所以耶稣就向她说话，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意思是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啊，耶稣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你不知道我们的区别吗？你不知道我们的区别吗？那但耶稣回答的是什么？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一定会早求他，他就必早给你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说，耶稣的意思是你不要老关心你是什么人，你不要老想着你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你是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都瞧不起的女人，你不要老想着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那这不是你要关心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明白我要给你什么和我是谁啊。注意啊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关心人是什么人啊，人是什么人，能不能得到神的悦纳。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能不能得到神的悦纳，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你要关心的是我是谁和我要给你什么。重要的不是你是谁，重要的是耶稣是谁，我是谁啊，耶稣是谁。耶稣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现在问题是耶稣要给这个女人水喝，还是耶稣要女人给他水喝？那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这个地方一定要理清楚啊。所以耶稣现在要把恩典给她，那这个女人就还在迷茫的状态，迷茫为什么，这个女人还是处在人的隔阂当中啊，我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竟然向我说话。这个女人一直就处在人的思想的辖制里。所以耶稣说这种隔阂已经打破了，因为现在是我是谁，我要给你什么。那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要给这个女人两样东西，第一样我是谁，第二我要给你什么恩赐。那这个恩赐啊，耶稣这个地方讲的恩赐跟保罗在哥林多书当中讲的恩赐书信当中讲的恩赐不是一种恩赐。这个地方耶稣单单讲的恩赐是圣灵啊，圣灵要给人圣灵。所以今天的这个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要啊，对第一个耶稣第一个要给的是这个，要他知道的是要知道我是谁，第二个是让他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恩赐。那耶稣就告诉他说，我是神，是永生，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要给人圣灵，大概耶稣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今天的犹太人还是认为上帝神只是他们的上帝，上帝只是他们的上帝。现在神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称呼上帝为主为父为阿爸？所以为什么神也是我们的上帝？因为神给了我们，好像神遇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是一样的，是神白白给的。但是今天我们好像跟犹太人一样，认为神只是我们的神啊，那些不信，对那些不信的人不屑一顾啊，你们是不信主的，我们是基督徒啊，对他们不屑一顾，甚至是远离他们啊，你们这个行为都是恶的，你们的这个拜偶像的啊，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卑贱的，你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得救的人。所以这都是发生在今天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可怕的事实，好像我们变成跟犹太人一样，跟这个以色列人一样。那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提醒啊，可以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白白得了恩典就可以去冷眼旁观那些还在最终挣扎的这个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这样的人。
主耶稣说，你们要往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传扬基督的福音，我必赐圣灵给你们能力。那主耶稣今天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只要照着他行，而且耶稣已经赐圣灵给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效法基督，跟随他的脚步。那不要怕困难，怕的就是我们把耶稣的命令和耶稣所做的视而不见。弟兄姐妹，这个是今天我们最可悲的事情。所以自己得了恩典以后，就不关心其他灵魂的仆人是那个恶仆。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通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对于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以及你所能够接触到的能够对他们施以福音能够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也是上帝所喜欢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愿神赐福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更好的做他的儿女。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每一天将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在我们的跟随你的路上去行，也能够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见证你去为你做更大的事情。主啊，愿主来使用今天的经文，愿你的话语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能够扎根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对身边的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能够有负担，能够有去挽救他们的心。也愿主来使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你同工。父啊，我们将这个今天的时间都向你交托，愿主来与我们同在，也看顾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在主你的手中。愿主来在每一天当中安静我们的心抚慰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向你交托，愿主来看顾我们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等候你的再来，愿主来亲自看顾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神赐福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存感恩的心来奉献，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把奉献给主的话，你可以把奉献寄给我们教会贝西亚的户口，各个堂会的贝西亚有户口，你自己可以在我们的再看。他名叫耶稣，他之下一直宽恕，他是神。Oh,
我们要为奉献做感恩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多而又多，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耶稣，我们愿意今天早上把一部分的金钱奉献给你，求主悦纳，求主自己使用，在主你的圣工上可以来拓展你的国度。主啊，好让更多的人可以蒙恩蒙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接下来我们有聚会的消息报告。耶加达基督徒会堂聚会消息，由于耶加达及其周边地区仍然遭受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因此耶加达基督徒会堂仍没有在教堂举行任何的聚会或者面对面的服务，希望弟兄姐妹仍然继续忠心参加在聚会网上的所有的聚会。分遣辅导班，耶加达基督徒会堂聚会2020年第十八届的分遣辅导定以9月8号星期二晚上7点开始上课，主题是为什么参加分遣辅导，为什么要戒分，讲师是万必恩传道。分遣辅导班将透过 Zoom 视讯会议进行，要在本教会举行分礼的准夫妻的条件，可以到耶加达基督徒会堂的 Instagram 智慧媒体账户寻看 Sinode Gereja Kristen Jakarta。 我是基督门徒信徒培训班9月12日星期四晚上第一季的基督门徒培训班的主题，教会和圣礼。第一期将由洪珠茂牧师复试，第二期将由万必恩传道复试。请参加第一季信徒培训班的学员们做好准备并准时参加。医生会面营将在9月12日星期六早上9点到12点举办。第一段的主题是父神的心，第一期由古发奇牧师复试，第二期将由陈纯贵牧师复试。一神会面临的第二段的主题是使徒信经，第一期让以来发传道复试，第二期将由蔡国山传道复试。报告到此，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唱完以后，由仪牧师。
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安慰，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散会。